字头，下面一个祈祷的那个祈，那个念师，老师的师，它是药用的吗？药用的，药用植物，止血的或者是相关的那个都可以。是啊，你们有拿来用吗？阿泰比没有，就是真的好玩。对对对，他太太很喜欢这些药草，啊、所以那边那个是仙草，你们看到？嗯，这个是仙草，那个关西仙草有没有？关西仙草茶，那个是仙草，啊、长得很像薄荷。对，但是其实他们都是纯型花科的哈、哦，是仙草。在过去那个怪怪的那个，长得有点像月桃叶小时候的样子。嗯，哎，猜大家猜这是什么？姜黄？不是，很像。哎、欸，很好很好，对对对，可玉金，那个姜黄也是上面，对对对，对，我种那个姜黄也是这样，姜黄叶子比较，对对，它就小小份，不太一样，姜黄在我们门口有一些了，哎、欸，那个就是姜黄，哦对对对对，对对对，你会发现它叶子不太一样，它这个比较像小的月桃，小颗大，然后那个还有一种南姜。南姜的叶子也有点类似这样子，对对对，这三种其实这都流行种姜黄了，对对对，很像。我今天要不要介绍一下你的菜园？这是你的菜园吗？我介绍。临时 Q 你，你就讲不出来，我知道。你是地主啊？大家有没有问题可以问他？他一个人种15瓶的感觉是怎么样？种多久？太少还太多？15瓶是放多大？放那边吗？没有吧，对，都是这里嘛，从你现在前面再这一，这边环北横干哈，就到那后面那边，那个芦笋那边了，差不多了。芦笋在过，对，从这个水郡到这一溪也是你的嘛？对，到这一溪，到这一溪，对，这样大概是15坪，就是三个单位。那、他这样子，他在我们这边算是大户，对呀、大户，他就天天上来，这边半年，哦，不用，种6年，第六年嘛。种第六年了，2010年，一个人种，哇，厉害！太太会帮我吗？太太会，没有，他太太负责煮给他吃，这样采摘。对他们一个会煮，一个会种，这样，所以就天作之合，这样。天作之合，我们大概种的菜量可以满足家庭的需求，再分送这样。对，一般是可以。那你每天来吗？不一定，一般来讲是隔天啊，那有时候有事的话，一样一个礼拜至少是要2天以上，整天在这边，包括礼拜六上课的时间。因为种菜至少要2天以上。因为他现在，你是去年才退休吗？退休了没事做。退休之前也都是没有办法每天上来，可是他也管理得很好、退休之前的话，我都是5点多天还没亮。就上到这边，天刚好有一点点亮，开始浇水。住在这边附近才会每天来，啊，住在附近嘛。大直啊，我在大直，那是一段距离，过个自强隧道上来就到了，开了20分钟的车子，这么快。这种网子是买的还是 DIY 做的？啊，买的，哦，就直接就从那边会代购。这个是其实是养蜂人家卖的，对啊，可以去上网找我看，可以买到。就蚊子很多，对。对，这个很好用，对，非常好用，一个100多块而已，非常好用。这边有没有养蜂？